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 YouTube 频道呢。今天内容呢就是即将就要开始的 Ulta 秋季五折总攻略。那这回秋季五折呢是从8月29号开始一直到9月18号结束，连续21天，也就是三周的时间，每天呢都有几件产品特价五折，仅限一天，第二天呢就会恢复原价。那这个活动是仅限美国的，加拿大是不参加的，所以加拿大小伙伴呢就非常抱歉了，谢谢你支持我的视频。那五折的产品呢一般情况下都不是新品，而是一些长期热卖的口碑产品。虽然没有新品，但是呢有不少是平时不怎么打折的，只有在 Ulta 五折或者是 Ulta 最先给五折的产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年度史低价扎堆的一个活动。大部分五折产品呢都是网上店内同步的，小三分之一的产品呢是 online only 仅限网上的或者是仅限 Ulta 的 Platinum 和 Diamond 的会员才可以买。今年还有个别的产品呢是只能在 Ulta 的手机 app 上下单才可以给五折的，我们之后都会说到。每种产品的每个色号呢是限购两件的。Platinum 和 Diamond 会员买任意的五折产品就直接包邮了。普通会员呢要满$35才包邮。如果你家附近有 Ulta 的实体店，你也可以选择店内自取，或者直接去店内购物来省这个运费。但是那些就是 online only 啊 app only 的产品呢店内是不会有的，所以这些还是要在网上下单凑一个35。那 Ulta 官网每天折扣刷新的时间呢，这个一定要划重点记好了，因为每次都有小伙伴记错啊，是美国中部时间的凌晨12点，相当于是美国东部时间的凌晨1点，美国的西部时间前一天晚上的10点。以往情况呢是美国丝芙兰会 press match 部分 Ulta 五折的产品，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呢是丝芙兰在9月3号到9月6号之间会有 back to school sale 部分产品五折，所以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丝芙兰会在这4天之内呢把准备 press match Ulta 21天五折的所有产品都一口气放出来，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都会有哪些产品啊，只有就是9月3号当天看看才知道了。那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发在 Instagram 上，所以如果不想错过小伙伴呢就尽量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来过一遍 Ulta 21天五折的海报，快速的帮大家画个重点。我觉得今年秋季这波五折的产品还挺精彩的。首先第一天8月29号有 For Real 的 Luna Mini 3五折，原价$159，折后呢只要79.5。这个应该是 Luna Mini 3在全网的第一次五折，之前就是经常五折的都是Mini 2， Mini 3是最新的这个型号啊，确实是第一次出现五折的，非常给力，第一天就开了一个好头。一共有两个颜色可选，绿色或者是粉色啊。如果想入洗脸机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是最新的型号。8月30号呢有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一个小套装五折，原价是$50，折后呢只要$25，其中包括一个2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本身在 Ulta 就是卖$50了，然后再加上一个小棕瓶的眼霜中样和一个智颜面霜的中样。这个套装应该不是头一次五折了，而且这个套装你平常在 Ulta 的网站上是找不到的，只有在21天五折的时候它才会上。我觉得这个套装它其实那个小棕瓶只有20毫升， size 稍微有一点小而已，然后不如平常就是雅诗兰黛官网有这个小棕瓶买一赠一的时候给力，所以我觉得囤货的小伙伴呢就没有必要买这个套装了，不如等那个雅诗兰黛官网。但如果你是想尝试一下的，或者本身就用的比较慢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个旅行装20毫升的，不是最划算的，但是也不亏。然后是8月31号有两件产品上榜，一个是这个 Cover FX 的双色腮红，原价是$38，折后呢是$19，这个也是一个老朋友了，是 Ulta 21天五折就经常出现的一个产品。然后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大热色号，就是 Soft Peach， 这个也是之前我在 Ulta 21天五折的时候买过的一件产品啊。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就是桃子色的一个雾面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光泽的，我自己还是用雾面的比较多啊，其他颜色我就不是特推荐了，因为它这个系列整个的显色度还是比较强的，就稍微拿不准就可能出现猴屁股的状况。还是8月31号第二件推荐的产品呢是这个 Persona 的眼影盘，原价是$42，折后呢只要$21。 Persona 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好像是一个特别有名的 YouTuber 自己创的一个品牌，但是他们家这款眼影盘曾经一度非常的火，就因为它的配色极度日常，然后粉质也挺好的，也不是它头一次五折了，所以如果想要这种就是比较日常盘子的小伙伴呢可以考虑这个眼影盘。
接下来是9月1号有两件产品上榜，其中一个呢就是 Too Faced 的 Born This Way 眼影盘，原价是48美金，五折之后呢涨24美金。这个盘子五折我已经等它很久了，去年秋冬天火遍全网的一盘啊，我本来预计就是它6个月就会五折，没想到就是拖到现在快小一年的时间了才五折，非常非常坚挺。但是我说五折就一定会五折，它还是没挺住五折了。然后这回在 Ulta 呢是全网第一次五折，所以我是一定会下手的，而且我觉得会抢得非常的凶，大家一定要 mark 好9月1号这天提前加购物车。那9月1号这天呢，还有这个 Dermalogica 的视黄醇青豆面油，原价是80美金，五折之后呢只要40美金。这个产品是仅限网上的，就是店内是没有的。而且这件产品呢，我其实自己是有的 ，Dermalogica 给我寄的一个 PR 包裹里面带的。我总体感受呢是它比较适合干皮的痘痘肌，并不是特别适合我这种油皮的痘痘肌。因为很多干皮的人用视黄醇就会觉得太拔干，但是它又是油状的，里面又有很多就是保湿的东西，所以就是又有视黄醇，然后又能顺便保湿一下，比较适合干皮的小伙伴其实。然后我用它这个油吧糊在脸上就真的还挺难受的，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吧，流动性超好的一个油，我手相对来说是比较干的，就几秒钟就吸收掉了。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我可以再用用看，就是看它效果怎么样，但是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行。然后这回在 Ulta 的五折呢也是史低认证，而且有且仅有这一次。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 Dermalogica 他们家是出了名的不打折。那我之前有和他们的这个 PR 小姐姐聊过关于就是打折的事情，然后她说在 Ulta 出现的这个 Dermalogica 的五折呢都是不会再出现第二次的，就你不会像有些就是产品你这次在五折的时候看到它下次五折啊又出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压根就不会在其他的平台看见五折，真的就是平常最低就是八折了。所以如果对 Dermalogica 他们家的东西，不管是这一件还是我一会儿后面会提到的那件，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就赶紧买吧，这个是它有且仅有一次五折的机会。接下来9月2号有一个资生堂盼丽风姿抗皱精华，原价是72美金，五折之后呢是36美金，这个也是仅限网上的。我好像没有怎么听说过这款精华好，但是这个系列是我妈妈比较喜欢的一个系列，所以我有可能会帮我妈再囤一个，我看她的这个评论还挺好的。接下来9月3号有 Line Crime 所有的6色小盘子都五折，原价是38美金，折后呢是19美金，这个是仅限 Ulta 的手机 App 下单才可以买到的。然后这些小盘子也不是头一次五折了，我挺喜欢 Line Crime 的粉质的，我去年的年度爱用就有 Line Crime 的眼影盘，但是讲真的他们家还是大盘子比较划算啊，五折下来29美金，18个颜色吧，这个19美金才6个颜色，我就觉得小盘子稍微有一点小贵，所以就是大家随意，他们家粉质是非常棒的，但是就看你喜不喜欢用小盘子了。那9月4号呢有这个 Benefit 的极细眉笔五折，原价是24美金，五折之后呢是12美金，这个也是史低认证错过等一年的折扣啊，一定一定要囤货的，记住它是每个色号限购2件，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说2个色号都可以用的话，你可以就是买4支回家，基本上4支一年的这个眉笔量就够了。接下来9月5号呢有这个 Beauty Blender 粉色的美妆蛋五折，原价是20美金，折后呢是10美金，然后这个产品呢也是仅限网上才可以买的。那 Beauty Blender 的史低其实并不是五折，平常有时候这个 HSN 的套装更划算，最便宜的时候好像是7.5美金一个，然后还送几个那个小的旅行的清洁皂，但是好像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粉色的打折，所以如果你喜欢它这个粉色颜值的话，10块钱一个也是可以买的。9月6号有 Dermalogica 的这个 VC 美白眼精华，原价是70美金，五折之后呢涨35美金。这产品我也是之前用过的，它是精华类的嘛，所以比较稀，然后同时也非常好吸收，我还挺喜欢它那个质地的。比较可惜的就是我自己的皮肤对 VC 不耐受，然后试过很多 VC 的产品啊，跟牌子都无关，就只要含 VC 就会让我出现爆痘的情况。这个眼精华也是让我爆痘，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给我妈妈用了，我妈就用得非常开心，都把它用完了，也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所以这是我的问题，不是她的问题。所以这次在 Ulta 五折呢也是史低认证，而且有且仅有一次，错过这个五折呢就再没有五折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平常用 VC 不会有任何事情的小伙伴呢，可以果断入，它的质地包括它那个吸收的速度我是非常喜欢的。那接下来9月7号有 Sandy Riley 的美白面霜，原价是65美金，五折之后呢是32.5美金，
而这件产品也是史迪认证全网头一次五折，但这件产品的质地据说非常的厚重，只适合偏干皮的小伙伴，油皮混油皮的小伙伴呢可能就不用考虑了。接下来9月8号有这个兰蔻小黑瓶精华20毫升的五折，原价是$52，折后呢是$26。这个 size 真的有一点小啊，跟那个兰蔻官网经常有的那种大瓶的买一赠一比起来就有点弱了，算是一个可买可不买的产品吧，只适合尝新，不适合囤货。但小黑瓶因为就是太熟了，大家可能都知道它什么质地了，这个20毫升这么小瓶的五折就比较没有吸引力了。那9月8号这天呢，还有 Mario Badescu 他们家的痘痘膏，两个包装玻璃瓶跟塑料瓶，价格都是一样的，原价$17，折后呢只要$8.5，非常的平价，这也是老朋友了。Ulta 21天五折就是经常出现的一件产品，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在这次补货。那我自己觉得这种就是痘痘膏 drying lotion 是没有痘痘贴好用的，我觉得对我的痘痘的功效不大，所以我应该是不会买的。但如果有喜欢小伙伴呢，可以赶上这次五折的时候囤货。那9月8号这天呢，还有切尔氏的这个夜间修复小套装，售价是$29，五折之后呢，只要$14.5。这个套装也是仅限网上的，里面包括一个15毫升的夜间修复精华，本身在 Ulta 就卖$29了，还有一个40毫升的卸妆油，价值是$7.6，还有一个送的眼罩，所以相当于是这个15毫升的这个夜间修复精华直接五折了，然后另外两件都是送的，我觉得总体来说还可以吧。如果没有买过它的小伙伴，可以买一个这个小套装试试看，只要$14.5，试错的这个成本非常的低。但如果已经用过这个夜间修复精华小伙伴想囤货的呢，还是等他们家官网大屏买一赠一啊，或者是套装打折的时候比较划算。接下来9月9号有这个 Smashbox 长效液体唇膏五折，原价是$24，折后呢只要$12，这个也是仅限网上的，这个也不是头一次五折了，好像除了 Ulta 之外 Macy's 丝芙兰之前都五折过。然后这个液体唇膏大热色号呢，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 Outlaw 的，很多小伙伴说疫情期间在家没怎么用口红， Outlaw 的都放干了，如果你想补货的话，这回9月9号在 Ulta 有五折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接下来9月10号呢，有 Urban Decay 最新版的 Moon Dust 单色眼影五折，原价是在$19-$22之间的，五折之后呢就是$9.5-$11。然后 Urban Decay 官网之前有过这个最新版部分色号五折啊，但是在 Ulta 还是头一次五折，而且在 Ulta 呢有30个颜色可选，包括他们家最火的牛郎色 Space Cowboy， 这个颜色估计会抢得非常凶，又是他们家最新的这个很好看的亚克力的包装，我应该也会抢一块。如果对牛郎色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 mark 住9月10号这天提前加购物车。接下来9月11号这天呢，有 It Brushes 所有的套刷五折，原价呢是在$30-$65不等的，折后呢就在$15-$32.5不等。然后他们家这个单支刷子我买了很多，但套刷还没有买过，我大概看了一下吧，如果要买的话，我觉得原价在$58的这款比较好，感觉每支都能用得上。然后其他的套装我就觉得那个刷子的形状就是不是特别的常用，并不是每支都能用得上的，那我自己这回应该还是会 skip 掉，因为我本身不是特别喜欢买套刷。那9月11号这天呢，还有这个兰蔻素颜紧致眼霜，原价是$78，五折之后呢只要$39，然后这个也是仅限网上的一件产品，我听说这件产品还挺好用的，比精纯眼霜的质地要稍微厚重一点，然后这个也是史迪认证，应该比兰蔻官网的买一赠一要稍微给力一点，因为不用一下买两瓶，一瓶直接给五折比较痛快啊，所以如果有喜欢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不要错过这次直接五折。9月11号这天呢，还有这个 Elements 的海洋洁面，原价是$62，折后呢是只要$31，也是仅限网上的一件产品，店里是没有的。这件产品我之前是用过它一个旅行装的，在购物分享里跟大家说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啫喱洁面，清洁力一般，有一点保湿度，比较适合早上来用的一款洁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功效，属于那种可买可不买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香，就是味道很重，所以如果不喜欢那种就是香精味的小伙伴呢，也别买。9月12号就没有什么兴趣啊，看了一圈也没挑出什么好的，所以就跳过。
9月13号呢，有 Chorus 的希腊酸奶洁面，原价是26美金，五折之后呢是13美金，这个也是仅限网上的。这件产品应该不是史低价，因为我记得 Chorus 官网会更便宜，好像不到10美金就可以买到。但是有很多人说从就是 Chorus 官网买到的他们家这个特价的洁面，拿到之后发现是过期的，所以我觉得 Ulta 这个虽然没有到史低，但是五折也是挺便宜的了，应该日期会比官网的要好一些啊，所以有点想买，有点种草。接下来9月14号，有 Lorac 三个最新的 Pro 眼影盘五折，原价是在35到45美金之间的，折后呢是17.5到22.5之间。这三个五折的盘子呢，我其实都有，他们家的这个 Soleil Noir 暖色盘、冷色盘和这个 Meraki 的综合大盘，而且我买的时候呢是 Lorac 官网的 bug 价是2.5折，非常非常便宜就买到了。所以这次在 Ulta 五折呢并不是它的史低价，但是我也不确定这个2.5折还会不会回归啊，所以还是挺推荐大家买的。因为他们家这回更新的这个 Pro 系列的粉质真的非常非常给力，粉质可以说是直逼 Natasha Denona。 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吧， Soleil 的配色呢就是非常正常的暖调盘，去年也是上了我的这个年度爱用。而Noir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冷调盘，如果你是冷白皮或者是中性皮的话也可以用这盘。这个综合大盘我其实是比较少用的，就因为它相似的这个浅色的部分稍微有一点多，然后用在眼睛上区别不是很大，所以我比较少拿出来用，但是粉质也是非常非常赞的。这三个盘的粉质我都非常喜欢，就看大家对哪个色系更感兴趣了。9月14号呢，有这个 First Aid Beauty 的保湿晨洁，原价是22美金，五折之后呢是11美金。这个也不是头一次五折，经常五折的一件产品啊，我还挺喜欢这款晨洁，就因为它保湿的力度比较强，特别适合秋冬天的早上来用，然后用在脸上很舷服，不刺激。那五折下来呢，只要11块钱，非常的平价大碗，所有的肤质都可以用。9月15号这天兴趣不大，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牌子，所以就跳过。接下来9月16号这天呢，有这个 Benefit 三款妆前乳五折，原价是32美金，折后呢只要16美金。这三款我都用过正装或者是中样啊，用来用去呢还是这个常规版的这个毛孔精英最好用啊。它虽然不控油，但填毛孔的能力真的非常的赞，尤其是给大家拍视频的时候，因为就上妆几个小时嘛，还是 hold 得住的，不太需要控油这件事儿，填毛孔就比较重要了。那这个我现在手上已经没有囤货了，所以我这次可能会补一支囤货。9月17号这天呢，有 ABH 他们家的这个 Norvina 眼影盘，然后这个也不是头一次五折了，这款好像相比起他们家的盘子不是特别火的一款啊，然后我自己也是有这盘的，然后它就是一个偏紫色配色的一个盘吧，所以不是特别适合黄皮的小伙伴，比较适合冷白皮或者中性皮的小伙伴。我自己比较喜欢买紫色眼影，所以我才入它的，如果你不喜欢买紫色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后来因为紫色买的越来越多吧，就是也想不起来用它，有其他的紫色盘子我可能用起来更顺手一些，所以这个就稍微稍微有一点被我闲置了，大家随意就好了。我觉得主要是看你的肤色适不适合紫色的，其他的就不用多考虑。还是9月17号，有这个欧舒丹他们家的极度滋润身体乳，原价是44美金，五折之后呢只要22美金，这件产品呢也是仅限网上的。它的价格呢是史低认证，那我碰到大部分情况都是套装打折或者是送东西比较多，比较少看到欧舒丹就是单品直接五折的情况。这款呢我之前是用过一个旅行装啊，它真的是不枉它这个极度滋润这个称号，真的是超级滋润，特别适合沙漠皮，就是你冬天腿上可能会干到掉屑屑，如果不抹东西的话腿上就会有那种鱼鳞状的皮肤的话，特别适合这款。但如果你身上只是一般干，就是有一点点干的话，我觉得这款有点过于厚重了。反正也是就是大家随意，价格确实是史低价没有错，但你也要看自己身上的肤质适不适合它。我身上其实是要比脸上干特别多的，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有点过于厚重了，所以我自己会 pass 掉。依然还是9月17号，9月17号这天好精彩，有这个雅顿 VC 金胶囊和视黄醇粉胶囊五折，
对，你没有听错，不是买一赠一，是直接五折。他们家官网经常买一赠一嘛，就出现太多次了，但 Alta 还是更给力一点，不废话，直接五折啊。金胶囊是一共有两个 size 可以选，粉胶囊是一共有三个 size 可以选，绝对可以买的两件产品啊，而且还能顺道攒 Alta 的积分。 Alta 的积分是要比丝芙兰的积分要更有用更有诚意的，这个我之前在 Instagram 都已经给大家科普过无数次了，如果还没有 get 到这点小伙伴的去看我的 Instagram。 这两件产品也是 app only 的，就只有就是拿 Alta 的手机 app 下单才可以五折的，那如果需要的小伙伴呢，你就现在马上去下 Alta 的 app， 然后 mark 好9月17号这天就可以了。最后一天9月18号呢，有这个娇韵诗三款带 SPF 的日霜五折。这三款我其实都没用过，因为我比较少买娇韵诗的东西，因为他们家真的就是过于适合干皮了，油皮不是很友好啊。他们家其实官网折扣挺多的，但是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过直接五折。这回在 Alta 打五折的这三款也是全网直接第一次五折，所以想存货想尝试的小伙伴呢可以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不会找到比五折更低的价格了。好，刚才我们快速的画了个重点，现在就是 Alta 五折的攻略部分，其实就是两大点。那第一点呢，就是在 Alta 每天这个凌晨折扣刚更新的时候，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会出现网站的 glitch， 两天五折的产品呢会同时显示五折。每年我都觉得他们可能就发现这个 bug 了，程序员就给修掉了，但是每年打折开始之后我还是会看到这个 glitch， 所以如果今年它这个 glitch 还出现的话，大家可以利用一下这个空子啊，把两天想买的东西凑单一起买回家。但是啊，如果你前一天想买那个东西是你志在必得的，还是建议你前一天在这个折扣刚刷新的时候就下单，不要等到第二天，因为特别热卖的产品可能前20分钟就会被抢光。所以如果特别特别想买的东西的话，不要冒险，然后那些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呢，你可以用这个两天之间的这个20分钟的 glitch 来凑一下。那第二点呢，就是在 Alta 五折期间呢，还有可能出现各种的满额赠礼包以及这个多倍积分加成的活动。那这些呢是没有预告的，只有当天才知道。礼包呢是要手动加购物车的，然后多倍积分的活动也是要手动去激活它的，所以经常容易被大家忽略掉。那我的作用呢，就是帮大家盯住这些礼包和积分的活动。那看到的话就会第一时间放在 Instagram 上。虽然五折已经很给力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花同样的钱拿到更多的产品和积分。好的，那就是我这次 Alta 秋季五折攻略的所有内容，希望大家能在打折正式开始之前及时的看到这支视频。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但我没有提到的产品呢，也欢迎你给我留言反向种草。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